今天我要玩约瑟夫，出生在红教堂。哇，那里有人爆点了。废话少说，当然是跑过去啊。真好，是人见人爱的机械师。哎，真天真啊，还不跑。哈哈，倒地了。他的队友立刻来救他。糟糕，我被溜了。相机在那里，快去拍照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走了好久，终于有人爆点了。修好机了，我立刻到现实世界找你。哎，人呢？只有机器人。看到咒术师了。我打。お前はもう死んでいる。何？啊啊！被砸得好痛啊！你是不是没事做，所以开挂？我真的生气了。超级能力，打败开挂靠我了。茄子，开挂打败了，哈哈哈，任务成功。不，坐椅子吧，死开挂。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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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打什么打不到，是开挂吗？茄子，走吧，算你好运，有开挂的队友。你们一个两个三个，开挂就算了，还羞辱监管，我拼了，打呀。お前はもう死んでいる。倒了。到你了，死开挂。走进死路了吧。我要看你死一百次。败开挂哪有那么容易，所以约瑟夫和开挂打了几分钟，终于分出胜负了。走吧，算你好运，有开挂的队友。抵制开挂人人有责，举报开挂让游戏更好。